1月8号，张柏芝工作室在网上晒出一张岗位称三胎生父是周星驰的截图，并打上了红色的假字辟谣：“不实消息请勿传播。”假的这两个字，小时都说倦了。截图里三则写有张柏芝、周星驰婚纱照曝光的消息，也是很吸引眼球了。而工作室的及时辟谣也相当给力哦。2018年12月17号的时候，张柏芝曾在网上宣布喜获三胎儿子的消息，在一片祝福声中，也让外界纷纷猜测三胎的父亲是谁。之前被传是某富商后，更被曝是谢霆锋，好在及时否认。而此番被传周星驰又被辟谣，三胎父亲依旧成谜。忙过了新闻，不想公开，大家就不要乱猜了吧。报道。